四进八公新病例，七情六淫七病情，单哥完善中国法，医德良心天地地，阿宏健康万谈。叫我一个苦命的身躯，流浪的人无厝的度食。这个节目是由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士李明铁中医师制作。每礼拜一到拜六，我李老师阿宏诚恳现场主持服务，介绍中医医理、病理、药理，包括中药、草药、病例、医案，以及到临床验方免费提供。对中医有兴趣，或者是讲身体未平安、腹肚定定咧做油毒、心情未轻松、未顺遂的朋友，来，大家知识互相相交换。人讲中医师、中医弟，先生贤士，主人服。无少气焰，互相研究，互相探讨，临床上的一个参考，并且注意动好。网内观众朋友，如果无清楚、无了解，唔免客气，台北现场可能电话02-29-777-138，台北现场可能电话02-29-777-138，听阿宏讲健康，谈中医药。新浪网站只拍阿宏健康万谈，阿是耳边搁一个靠一个阿，宏是江鸟宏，宏图大电的这个宏，只拍阿宏健康万谈，身体要健康，电话赶紧拍互通。阿宏健康万谈服务电话：台北02-29-777-138，服务电话：台北02-29-777-138，找阿宏就可以。感谢你的收看，阿宏健康万谈。各位亲爱的阿宏健康万谈，咱这网友观众大家红光快乐，大家好。如果刚刚咱这个阿宏健康万谈这个节目，咱这节目是每天拜一到拜六，下晡时四点开始到六点。伊阮由我李老师阿宏诚恳，甲咱网友观众吼，来关心咱的身体健康问题吼。来，咱来看一个健康新闻啦吼。男女应实行禁止生技公司啊来筛检性别的。这是自由时报台北报道，为扣近国内男女伊个即个婴儿性别实行个即个差距，卫生署将镜头指向到生技检验公司。卫生署副署长柯明玲表示，目前市面上检验母肺的这个仪器，啊，搁拢无经过啊，咱这个政府吼啊，这个许可。啊，如果生技公司又搁无合格的这个医师、检验师执行母肺筛检胎儿性别的这个业务，依照相关伊个即个法令会当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罚金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即个罚金，所使用的即个器具没收了。那安尼先讲，头一个150,000以下嘛，对不对？好，啊，有人感慨，好啊，150,000给你发啦，对不对啦？150,000，这一个啊，性别的，哦，查甫啊，查某的性别。那么到今年5月为止，男女婴伊的这个比例为1.08:1啦。故正常1:06，还有一段这个
查据。国建局目前观察南英接生较侪即个医生，吼、哦，却遭受代代名医师的即个炮轰。国建局长柯淑提啊，昨破门咧表示了，过去方式不当，主要是因为相关法院以及到配套不足。国建局医事处以及到食品药物管理局，伫个日前过去啊，即个日前开会，即条为源头管理的即个共识。柯明玲表示，卫生署已公告医生以及到医检师不得从事中央禁止的即个性别筛检等业务，也若无会依法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即个罚款，停业一个月以上，或者是讲废缴等处分，但是无法抑制坊间生计检验公司提供的免费筛检胎儿性的性别伊的即个商业服务，难以全面杜绝着性别筛检的即个现象。为了彻底解决人为男女婴儿失行的即个问题，卫生署近两个月内面将完成公告，生技公司不得从事免费筛检胎儿性别的即个业务。另因为免费筛检性的即个连遗传疾病，那么正确度相当的即个低，嘛将一并公告禁止免费筛检用于即个性连遗传疾病的即个筛检，阻断着不少医疗院所以此名义，哦，那么行性别筛检的即个知识就对，因为医生爱透过筛检嘛，对不对？啊，筛检拢是即马生物科技啊来伫做。哦，生物科技要来伫做，因为伊有迄个仪器，会当将到母血，哦，啊，落去甲筛检讲，哎，内面是查甫的，或者是查某的呢？哦，啊，那有诶要查某的，啊，你查甫的，赶紧甲摕掉，对不对啦？哦，知影就随甲摕掉啊，对不对啦？哦，要查甫的，啊，这查某的，卖，甲摕掉。就变安尼生就对啊。那么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黄敏昭表示啦，目前医疗院所拢无做母费的即个筛检啦，但是一直有生技检验公司伫咧做。当然啦，医生伊无咧做会使啊，因为检验都要检验仪器啊，当然医生伊无咧做。医生就是提供这个算讲产妇的这个血啊，摕去马上随检，马上随知影，要爱无？唔爱唔爱，甲你拍掉，就安尼啊。哦，所以当然啦，是生技检验公司伫咧做个，但是生技检验公司都无迄个。检验师，对不对？也即个执照啊。但是伊即马安尼讲，啊，若无我着请检验师啊，同款我会当检验啊，安尼嘛袂使，吼、哦，安尼袂使，吼、哦。啊，那么卫生署的，吼、哦，对生技检验公司进行约束，等于断了源头啦。
对于解决人为查甫的查某的这个婴儿失衡的这个问题，会有帮助就对了。哦，啊，若无大家嘛要查甫的，都十个啦，九个大家嘛要查甫的，你讲对唔对？哦，啊，即马就是都拢安尼啊，是不是？啊，倒一个讲，即马咱现代就是安那，就是拢嫁出的啊。对不对？不是招你来，哦，你若招你来就无差，你讲对不对？哪有差？但是咱即卖风俗都是拢嫁出去的，哦，所以在大陆嘛是同款哦。你无看有的生查某的就甲单调去啊，吼、哦，伊无咧管伊啥，深山哪来的，对不对啦？啊，生生就甲单调去啊，你讲对不对？但是咱台湾的这个法令较严嘛。较严格，哦，所以袂当予你乱乱做诶。这是有关生查甫、生查某诶，吼、哦，遐个孙安尼啊，袂使讲予你人伫咧筛检诶啦，吼、哦。来，咱就到遮做结束。期待有一个团队来帮助我们这个地方，阿红。我明日在空中相会。